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。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今晚的开幕式，并将宣布本届冬残奥会开幕。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请坐。两强运动员郭宇杰，残奥冰球运动员汪之栋。中国代表团由217人组成上的比赛，这是中国参加冬残奥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、运动员人数最多、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。有85名首次参加冬残奥会，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，展示我国冬残奥运动的发展成果，展现自信阳光的形象。挑战极限。我宣布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。